慢点，快点掉。我是骑着它下个赛道的，下个直线的。这边还有那个加上一个赛车场，为啥？因为我在这拍戏。下赛道，好好聊。这骑不快，骑不快，一旦一速就限速了，滴滴滴滴。你要在那个限速之前再往前的话，它就失控。对。这个在剧组里是最好的，上个。